级汽车。八爪虫虫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成功！八爪虫虫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您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它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，别想跑。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嘟嘟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危险的兔子车。
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哔哔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泡砰砰砰。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拖着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笑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超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守护朋友，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
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！出发！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！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奇怪的狂风车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。乐多多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。
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马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寻找大怪兽。哎，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虎，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怪兽躲在那开雷大地第五花园里面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排排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开雷大地迷路，大街小巷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他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这边右边来保卫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倒是。大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，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路政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，让开！嘿，雪峰，快停下！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。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嗯，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？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！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！谢谢你，雷克警长。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再叫上酷宝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到处乱走走，超级汽车现在出发去解决麻烦。滴滴嘟滴滴嘟，汽车喇叭滴滴嘟，我被拦住，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雷达雷达开启，嘟嘀嘟找到你。铲子回来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！超级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。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跃。
崖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嘿，哦，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吗？